节目真系长咗3mm 啊！你睇我啲节目几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Haze， 做咗化妆同美睫咧都超过10年啦，当中拯救咗唔少幼幼弱弱嘅睫毛啦，好有成功感。好多人都会问我，真睫毛或者植完睫毛应该点样保养呢？第一，落妆一定要落得干净啦，用油份落妆会落得唔好，因为油份会 block 住毛囊。记得要用冇油嘅卸妆水抹多浸 ，make sure 要好温柔同落得干净，睫毛就会冇咁易甩噶啦。第二，头发同面都要搽精华，其实睫毛更加要搽精华，俾多啲营养佢就会 keep 得靓啦。我介绍咗好多客人用仙露龙睫毛增长液，佢可以令睫毛回复正常生长，令到根部更强韧。用2个礼拜就会见到睫毛长咗多咗，浓密度增加 72%。只用咗仙露龙睫毛增长液2个星期，我就见到眼头同眼尾嘅睫毛慢慢生翻出嚟啦。用翻我哋把尺度，真系长咗 3mm 啊！依家直嘅睫毛根数少咗，依然有浓密嘅效果，唔再有梳位。你睇我啲睫毛几靓？有啲客人话翻俾我听，本身嘅直睫毛2个星期之后，睫毛就会开始甩同埋崩。佢哋话依家 keep 到8个星期都依然咁靓啊！点解要推介呢隻仙露龙睫毛增长液？第一，比起其他产品，佢比较快见效，只系用2个星期就明显见到睫毛梳嘅位置会浓密翻，睫毛变得强韧，唔会咁易甩，真系超神嘅睫毛增长液啊！第二，佢安全唔刺激，用喺眼度一定要安全，佢有美国专利 Synpeptide， 有晒数据厂 support， 成分好安全，唔刺激，唔会冷眼同埋眼红，亦都唔会好似其他同类产品有抑制青光眼或者激素嘅成分，唔会有黑眼圈或者对眼有副作用嘅。第三，佢加咗角蛋白修护成分，好似做咗角蛋白嘅 treatment 咁，帮睫毛变嫩变粗，早晚 keep 住用，睫毛有咗营养，自然生得靓啦。够力撑起成个毛囊，睫毛就会冇咁易断易甩啦。平时用开呢类睫毛增长液都是笔状，但是呢个刷头是波波头，很 soft， 唔会笃眼，可以重点点刷在睫毛较少的位置，早晚 keep 住刷，眉毛都刷得噶，自然变得强韧又健康。大家快啲去万宁买仙露龙睫毛增长液试下啦！佢的用法很简单，先用波波刷头画上眼线，再点翻睫毛梳的位置，刷头刷上睫毛。下眼睫毛重複多次就得㗎啦。